我要出门见个朋友。哦，那自己在家要乖哦，记得早点上床睡觉。知道了，陶乐斯姐姐。好像有动静啊，是这家吗？哎呀，你怕什么？那个陶乐斯不会突然回来？我早餐好点了，大哥办事儿，你放心。那。哎，开了！快找找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带走？咋回事？停电了！竟敢闯进我的地盘！我是寻血的猎犬，地狱的守门人，恶意寄生的囚徒啊，准备好被黑暗吞噬吧。快呀，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，芬利尔小朋友上床睡觉了吗？洋葱别闹，多多你安静点。大哥，小草，今晚呢？夜晚是芬利尔的主场。Thank you.